欢迎收看《宝岛漫步》。欢迎收看《宝岛漫步》。今天开心吗？很开心，有赚吗？欢迎你来，我们下午三点到四点。按时八点到九点，点出 FB 嘛，有哦。明仔早起，早起的三点到四点，点来115新天地阁重播。咱的《宝岛漫步》是咱宝岛歌王，也可以等先生，歌仔味台湾歌，李文吉先生，还有我们的茶博士杨华东老师，咱赞助支持。对，上该重要是咱好朋友的陪伴啦。人讲红包到顶就是一世人啊，对啊，所以吼，咱呐吼啊，这个有下一代的时阵，就会觉得更幸福了，对不对？对。但是呐，你放假的时阵吼，哎，真的一定要带小孩出去走一走啦。嗯。我无规工关在厝的吼，实在是太辛苦了。对对 对, 对。苦了你也苦了孩子，我懂。嗯。那教育嘛是足重要的。嘿呐。嗯，这样个下午茶嘛是足重要的。嘿吼。哦，那阿三啊吼，就想讲吼。啊，这久无来找阿狗啊，来因家泡一下茶。泡茶啊，嘿，嗯，开讲一下，嗯，邀请大家到。哦，正好去因家吼，叮咚哦，阿头啊开门看到阿三来，讲哎，阿三啊，你别坐，你别坐啦。哦，杨哥今麦一拍开门的时阵，阿三我就看到讲，哎，奇怪，阿狗他咧坐轮椅啊。伤严重啊！啊，因囝他有吐关呀啦！哎呦，这是出车祸呢！对啦，是出车祸，怎么那么严重？太严重啊！哦，阿头就一大声的讲吼，我来泡茶给恁饮啦，我来泡茶用玻璃茶给恁饮啦。这天会嘿，阿姐嘛啊，阿三嘛就问阿狗讲吼，哎，阿狗是发生什么代志啊？恁上阿姐听到，阿不是红拍，就是出车祸啦。会讲吼，无老讲给你听，昨不是拜人吗？对啊。我想讲吼，我真久无规个遐到阵出去佚佗啦。嘿，我就带阮某吼，带阿头啊，甲阮囝吼，就想来踅动物园，来动物园佚佗。啊，先说吼，介意看一寡动物是啥物啦？哎呀，熟悉一下吼。嘿，我经过狮仔窟，吼，伊就问阮囝讲吼，哎，儿子，这是啥？狮子。嗯，狮仔。哦，真好，真好。搁行行行行行行行。哦，哎，儿子，这是啥物？老虎。哦，阿仔囝我念。好哦，今晚吼，佮行到迄野猪区啦，嘿，公公公，吼，啊，今晚因迄个阿狗的门公，来，儿子，我来讲，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妈妈啊！啊，对，我讲一解，这是妈妈啊！哦，今晚吼，迄阿头吼，伊在咧大哭，顶个开心讲话，190公分，109公斤，伊上册人讲伊大哭肥啊，嘿，啊，今晚听到佮没滴啦，吼，冻袂掉啊，都水晶啊！童言无忌啊！是讲伊身材甲体重真正较大只。所以吼，有啥物，伊讲哎，囝讲诶，甲我啥关系？有啥物？迄一定是阿狗偷偷家己教。阿公妈妈长得像猪，真正系啊，唔通阿爸教啦。对，先来听歌。好，听歌。最是流目屎，事业失败，上计是搁再来。烦恼离我较远的所在，烦恼太阳公公要变色彩。是是非非难分难解，快快乐乐的将来。互相相爱，好咱互相信赖，好咱大家着爱打拼，着爱奋斗，着爱保守这个好所在。咱只有一条路，同心肝，同脚步。咱只有一条路，不惊风，不惊雨，落大雨。最是流目屎，事业失败，
计是搁再来。烦恼离我脚踏的所在，烦恼太阳公公要变色彩。是是非非，难分难解，快快乐乐的将来。好，咱互相相爱，好，咱互相信赖，好，咱大家就要打拼，就要奋斗，就要保守一个好所在。咱只有一条路，同心肝，同脚步，咱只有一条路，不惊风不惊雨。落大雨，互相信赖，好，咱大家就要打拼，就要奋斗，就要保守一个好所在。咱只有一条路，同心肝，同脚步。咱只有一条路，不惊风，不惊雨，落大雨。一幕幕走入阮心房，青春梦爱过的人，伴阮今生慢慢行。过日头也笑茫茫，人生那火车一站过一站，路袂停，心愿完成。爱恨恩怨拢是真的一生，风风雨雨阮的命，痴心拢有天来听。咱两人缘分无散，感谢你甲我来作伴。不通辜负阮的人，你是我今生永远的希望。一幕幕走入阮心房，青春梦爱过的人，伴阮今生慢慢行。过日头也笑茫茫，人生那火车一站过一站，
乌花瓶，心愿完成，爱恨恩怨拢是情的一生。风风雨雨，阮的命，痴心拢有天来疼，但两人缘分无散，感谢你甲我来作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是运动这件事情，我们都知道世界上两项事情不简单嘛，一项就是行善，一项就是行孝嘛，对吧？如果要顾身体呢，两件事情很重要，一个就是睡好吧上报，过来就是爱运动，上报。但是运动要什么时间运动比较好呢？咱其实啦，咱的这个报道晚报的节目，因为咱来报道广的用心嘛，又跟我们讲哦，听歌吼是最好的这个防失智的运动，对不对？可是身体也是要运动，所以咱是不是有做这运动的单元？是。而且呢，今嘛叶大哥呢吼，佮邀请到吼啊，这个专家要来教咱大家跳舞，就是要让大家动起来。动起来，这样才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外面玩啊，才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演唱会啊、餐会啊，对不？要活就要动。可是什么时候运动比较好呢？你觉得呢，凯欣？应该是下晡时啊吧。下午运动比较好吗？来，咱来好朋友曼玲跟你讲，因为运动呢，上最重要的就是你要配合你的时间来动是最好的，可是呢，也有最佳的运动时间。无同款的运动时间，会有无同款的效果哦。而且呢，无同款强度的运动，要不同的时间做才是对的。阿内丹来讲几个关键哈，因为上次我已经说过了哈，运动三三三，一个礼拜三次，每次30分钟啊，每次心跳都要超过130，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可是什么时候运动比较好？我跟你说，阿公阿妈，你头拿出来时阵，要出来之前的半小时，跟出来之后的半小时，两点钟是上好的，因为这个时阵啊，吼，咱的人都要清醒，然后呢，迄个光啊，吼，都好也波长哈，是800到1000，这个时候。光照进我们的眼睛，透过我们的电脑，脑袋啦哈，那你大脑，对，就开机了，然后对我们的脑袋的运作是很有好处的。但是这个时阵，
就是啊，吼，拄天光的时阵，你就去给他激烈运动，哦，甲走甲撞拍球吼，啊，都安尼吼，做劳动的、做粗重的运动吼，哎，很激烈的运动，强度较强的。唔通，拄啊起来这个时阵，适合散步、慢跑、骑脚踏车啊，很轻松的啊，对脑也好，对身体也好，尤其呢，一个食饭前来做这个代志呢，哈，对我们身体啊，哈，有一个好处，就是燃烧热量特别厉害哦，你知道吗？早起阿未食饭之前，就去甲运动，迄个时阵就是上好散的时阵。曼玲姐，我常常拄着人甲我问一个问题啦，伊讲吼，啊你去运动，运动了后，你去食早起，啊他有才讲咧运动。那就是说，我们要在运动的这个程度。爱来讲，我都要讲啊。其实你是很轻松的运动的，这个时候消耗不了什么热量啊。当然呢，吼，你那边吼爱有肌肉，吼，你要做很激烈的运动，那个是适合在下午的时候。早上的时候，这个起来，这个散步的吼，这算散步呢，吼，这个算轻靠的呢。那你要消耗一些，如果你在减肥的人，这个时阵早顿卖家都先去运动。你身上，我们身上的脂肪分两种，一种是白脂肪。一种是棕色的脂肪、哦、那棕色的脂肪那种就是怎么掉在身体很难下的那种、那种就是你晚上睡觉到今天早上起来应该超过12点钟都没有吃东西 那个时候来运动，你的热量跟你身体的脂肪消耗是会最有效率啦、哦、所以如果要减肥的人早起起来精神很好还没吃东西就要去运动那吃饭饱了后我们再来运动，你就会长肌肉了、就是吃饱之后、你来运动，那你就是为了要长肌肉。所以呢，你如果长肌肉、你说我运动哇，昨天没再来吃东西对吧、那你要挑对东西啦，不是不能吃哦，你要吃对哦。好，像我们、最近就说地鸡精哦，很好呀，对，为了氨基酸蛋白质。所以有的人呢，运动之后他会吃什么呀？吃个白煮的鸡肉、一样也是要有点淀粉啊，香蕉也不错，因为就是哈 DGI 的啊，你袂使食伤多啊。讲我多运动哦，我今嘛来食一个炸鸡排，炸鸡排跟鸡胸肉不一样哦。为什么？赶快是鸡肉，那个油啊不一样哦。所以为什么的爱借时间安尼去总靠这好个哦？因为在咱的这个生理时钟内底啊，哈，今嘛下晡的这个时阵，就是咱的体能体力哈最容易哈接受挑战的时候，因为你透早起来的时阵，人的身体哈循环呐，啊，加这个筋呐，一个安安呐，啊，你活动规工啊，哈，到下晡三四点的时阵啊，它呢是最咱讲的活动力是最强的时候，所以你用这个时间来训练你身体的肌肉。哦，这个时候就真的会长肌肉了。所以跟我们早上起来要醒脑的那个散步啊，那种是不一样的哦。尤其嘛，要甲好朋友讲，如果啊哈，那是伫咧下晡这个时阵来做运动，绝对是比你晚上再来动好。为什么？因为这个时阵你来运动了有够忝，暗时啊会睡得很好。因为你的褪黑激素的分泌对就好诶哈、所以这个哈、下午的时候出去运动。是很好的啊，当然啦、有的在年纪较大了，会有黄昏症候群。什么叫黄昏症候群？天要暗的时阵，伊也就躁动诶啦。会安尼哦。他会担，就是人会害怕。黑暗嘛，也就躁动，所以那个时候反而你要让他出去运动哦，那他晚上回来会比较安静，也比较容易睡、所以你若睏眠不好的人，伫咧这下晡吼去叮当在真好。但是啊吼，运动有的人嘛讲没办法呢、晚上能不能运动一下？啊，日头遮尼大，无我暗时啊较无日头再来运动。对啦，风吹凉凉啊。来，晚上的运动呢，它适合的是散步、做家事。最好了，为什么帮助消化？哦，有的人啊，吼，暗时啊呢，吼，食饭饱都要疼嘞，要跌嘞，啊！不管迄某咱来乱大拖，迄条拖卡洗碗拢按咧做。不是啦，因为很多人吼，食了都疼了吼，也胃食道逆流啦，吼、所以真侪阿公阿妈呐，消化较不好吼，其实真的吃饱饭出去散散步，啊，甲我拄啊咧讲，个走个走，迄种都无同款哦，哈、你就是要让他缓下来，慢下来。
然后帮助消化，那你晚上会比较好睡啊。但是啊，真侪咱这上班族走过路过，你拜托的，我早起那有上班都袂好。对哦，下晡我要上班要运动，那晚上去好不好？如果你要晚上去运动，有个重点一定要记得哦，就是不要运动完了再吃饭，请你吃完饭再去运动，要不然的话呢，吼，你然后运动刷个都加落去，然后都哦轻松。你都来工程师，工程师加班加到十一二点去运动了，还佫去吃宵夜，然后你永远都不会瘦，因为你加落去的物件都要炖起来，明天用哦。对 啊，所以每天都是一个肚子越来越来越大。所以如果你要在晚上运动，也不是都不行，有动就好啊，总比没动好。可是你要记得哦，哈，如果你在啊夜晚的时候要运动，一定要去调配一下。好，第一就是袂使吼运动噶安尼吼，伤过激烈，安尼你也睡不着、那你的褪黑激素就会往后延。地炎出不来啊，因为咱袂好好头型袂遐济啊，恁个也听无褪黑激素，我会生气哦。对啊，啊，就是讲啊吼，真济人可能伫咧晚上的时候，他的褪黑激素出不来，就是晚上的这个活动太多了，太热闹了，脑袋都没有办法休息啊。如果讲啊袂使啦，我就是只有晚上可以运动，那也没关系、你就要记得让自己温度下降，体温下降哦。啊，即马咧外口就就热。对啊，你暗时去运动嘛是就热的呀、那回来就一定要吹冷气啦，意思就是安尼，天在降啦。所以运动上好的时间是什么时间？爱看你做的是什么款的运动。然后我们现在过来听歌吧。好。心肝想着故乡的一切，早顿的寒枝麦，菜园仔的苦瓜，阿米啊上爱的彼丛青花，即阵的阿娘。在香西，这阵的阿爸应该在咧田地。骨啦骨啦骨啦，为着厝内的大大小小，我会记一句话：男儿向前不准退，男儿。故乡花，男儿厝外，想讲这话。最爱的彼丛青花，这阵的阿娘应该在香西，这阵的阿爸应该在咧田地。骨啦骨啦骨啦，为着厝内的大大小小。一生一生一生，我会记。
拢吃花。健康我来照顾，曼宁健康促进师，健康动一动，要动要做暖身操哦，愈动愈健康。林医师今天要教我们动什么动作？来，咱今天做一个半蹲转身的动作，半蹲转身，半蹲转身哦。做这个动作呢，也是强健咱的下盘，可以在顶挡咱的腰。嘿，来，咱今晚来做看嘛哦，都开始的，咱看好。与肩同宽来调稳，你大哥来来调稳哦。啊，卡到稳哦，小可弯着嘞，小可弯着嘞。啊，咱就是等下卡到稳无啥好个啦，就免遐尼弯，小可低档嘛，无小徛低嘛，无紧。啊，那弯的落哦，尽量弯落去。啊，过来呢是身躯的动作，咱开始像安尼，西西。安尼哪西，我就哪讲一个笑话。啊，我大概生日吼，阮人拢。拢袂记，我来甲问伊，就讲啊，生日当时，我去哪里啦？啊，你有穿礼物无？伊拢无。啊，你要送我什么？送我回家。大家莫甲我送回家。啊，大家吼，哪做啦？你有看我咧做无？我惊你无聊，再讲笑话吼，你听。但那林医师做这个动作会酸呢、欸？会酸吼，来过来做，要酸啦，酸到底来，就是老白来，咦，搁坐起来，加强版哦，先过来个坐过去。啊，做安尼下盘会较重哦、喔，下盘会较重、喔。所以这做做腰袂闪着吗？所以拄开始的时阵吼，爱慢，先爱热身，啊，从细动作开始。啊，愈做愈开，愈做愈开。安尼好、哦哦，各位观众，啊，大家做一做，吼、哦。好、哦哦。啊，转落去，摇落去，大家加油哦。哦这上简单，上有效果的。哦、对。哈、嗯。报道歌王加唱歌。哇，加唱歌！哇，咱昨咧加这个苏无的形影。啊，昨日唱歌，唱歌副歌啦，哈，哦，啊啦，哦，啊这啊做唱歌迄、那个抱着满腹的期待。哦，好难过。哦，阿张，我教大家记袂，吼、哦，唱歌诶即个每一个歌手，吼、哦，有诶讲吼，伊唱歌吼，伊诶功力啊，啥物，吼，也是讲伊诶唱法，有诶买哦唱哦较无同款诶，哦，但是啥物拢爱符合，袂使买安尼，哦，硬要讲，哦，阿即个无合，啊，但是买哪唱，吼、哦，啊，都无合甲唱，都听都歹听，吼、哦，阿即吼。哦，这种低台这是干呐？哦，这用这音色哈，啊，个是尾音安尼哈，爱个砍音哈，抱着满腹的期待，期待好像你看安尼，我去唱有安尼，有咩拍无走去，啊，有安尼砍慢，哦，台砍慢，啊，所以听得拢清楚。啊，期待就是不是马上有嘛？哦，安尼嘛，安尼意思嘛，哦，那有东西啊，拢爱有这种逻辑啦，吼，安尼吼，心爱的，心爱你敢知？做男生不愿留着，好，这样多爱，迄个开口吼，拢是干那副歌，哈，尾段后边，哈。做男生不愿留着，哦，爱小可淡落来，上啊宝贵的目屎，永远对你情，哦情情啊俊音，永远对你情情，哦就是啊情情。情深似海。哇，几叔叔啊，几叔叔啊！哎、哦，这个音节很短，你还要注音诶。对对对。哎呀，这是这条歌的技巧哈，拢是伫副歌啦哈。对这个心爱的啊，做男生不愿留着。
哦，丢哇，好啊，点爱搞，哎，阿小花就讲安尼，有咩比？鼻声可能可能真嘞，丢去丢，干那去丢鸟，袂使规句哦，啊规句听起来就足沉重嘞。嘿嘿，虽然心我老丢，哈，哎啊，迄个啊可能无奈，啊个总是声吼，拢是爱甜啦，吼爱甜啦，吼。不会哦，啊声，啊甜，啊个有人缘，哦个，哎，迄个也都，哦，譬如讲甜，我较早敢那有讲过，讲迄个咱人的发音出来哈，咱拢其实拢家己的会使控制，讲话甲唱歌其实拢同款，哈，你也讲哈哈，单声，单声，哎呦，啊单声，单声。单声，单声，哦，啊，声就好听啊，啊，单声，单声，好啊，哎，声粗鲁的，对啊，唱歌就同款，啊，唱歌你就要改扎，哦，改扎，吼吼，你不应该，你不应该，哦，安尼冷冷啊，安尼，安尼想啊想啊，你不应该，你不应该，好粗鲁的感觉，对，嘿，安尼就无好听去啊，哦，啊，有个人真正唔知呀。我而且有人去卡拉 OK， 好诶，有诶，安尼吼，卖古家甲主席话好诶，不应该，接受在哦，哎呦变哦，就是无够细致啦，吼，就是无去想过讲哦，啊，这讲话甲唱歌是虾米可合作好听，伊是讲甲唱出来就好啦。对对对。哎呀，大哥，我有感觉到一个重点呢，你讲这首歌吼，你讲有当时啊咧讲话吼。都当作我是头前的失败吼，哎，头前拢爱碎碎念有无？对啊，啊，到后边就讲，迄个鼻啊，讲心爱，心爱，你敢知？哦，这两句安尼哦，同款是心爱吼，但是这感情，迄个讲的时阵，真正无同款的，两个心爱吼。啊，哎，你咧唱的时阵，我有特别感觉讲，嘿吼，啊，第一句、第二句，敢若有画到，讲迄个人的。迄个人让你画断的迄感觉。对对对，有哦，敢那是安尼闻到，安尼啊迄个吼，哦，这个这要心爱这三字吼，其实拢无好唱，唔是这条歌的心爱无好唱的，哦，心爱。哦，咱台语歌吼，咱台语歌吼，对，字，嗯，歹唱就是拢字，哦，啊，你也讲吼，啊，日本，哦，日本字，啊，英文，嗯，有诶两字拼音咧，哦，啊，拼音咧，迄声会较软，哦，哦，安尼，啊，所以像这心爱这，照讲是啊，字吼，哦，啊，声声是硬，声硬都无好听，啊，但是吼，你心爱这个。爱吼，拢爱吼，袂使想淡然啦，淡然都是敢那较无感情，嘿，无感情，袂去有话的啊。你就迄种故事嘛，我感觉讲，我你咧叫啥物来？对对对。抱着满腹的期待，心爱的。心爱你敢知？心爱你啊，多你哦，我这个心是安尼做很细心啦，很细心在唱。妈妈拢摇，拢发摇嘞，因为你咧叫心爱，大家拢发摇。对对，啊，老爷，你唱歌就那，你甲人讲话安尼有无？啊，你安尼唱出来，大家都摇。对哇，啊，那这别的歌词会使讲哦，啊，就是安尼字安尼唱尔，啊，要叫这心爱这未使，这爱哦，唔是干那用心真心尔，啊，个哦，啊，这种细心啊，安尼啊，未使乱主乱乱主讲安尼尔啦，哦，嗯，啦，乱主讲干那去讲骗的，啊，是讲哦，没有诚实，哦，安尼，哦，没有真心，这最高境界就是讲。对对对，互人听到有影，敢那你在叫我。对对对对对对，真正是。所以这首是思无形影。嗯，这条灵感较少啦。好啦。
点点无讲也无交代，伊得着我走天涯。什么是情？什么是爱？枉费枉费咱三年的熟识。当初是我多情来失败，为伊牺牲，为着咱将来，抱着满腹的期待。心爱的，心爱你敢知？做男生不愿流着无悔的目屎，永远对你情深似海。点点无讲也无交代，你得着我走天涯。什么是情？什么是爱？枉费枉费咱三年的熟识。当初是我多情来失败，为伊牺牲，为着咱将来，抱着满腹的期待。心爱的，心爱你敢知？做男生不愿流着无悔的目屎，永远对你情深似海。你知影咱这部队办无有一个监察人，佮兼副当署长杨华东，我知，甲我足好个啊。我是查博士。啊，伊吼，伊拢有当时啊，迄讲的话我拢听有啦。拢讲我拢吼做足认真做节目个，大家拢啊拢吼袂晓讲过，袂晓讲过，袂晓讲过啥？袂晓讲过呢？啊，这个严大哥，啊，咱足好个朋友哦，无话不谈来。都不要紧啦，阿麦安尼啦，你不要讲过这十分钟吼，给我转接一下好唔好？来，好朋友，听歌听歌哦，饮茶都要饮茶哦。叶大哥为着要推荐这个吼，普尼亚茶真正是吼，哎呦，大行拢伊拢伊啊，迄茶吼安尼。走总价呢吼，起码六零一吼，存百几斤呢。哎、欸，真真假假。啊，起码六零二，顶礼拜来就甲你讲讲，就人退足侪届，足侪届。才当时。啊，这公司的代志我知影，拢总啊讲一个实在话，实在实在实在话，存180斤。所以来无啊，好朋友，好时全世界拢无啊。不是呢，叶大哥，你的茶好啉，甲你家己拢袂记的。即马出去吼，即马去办公室咧啉茶，吼啊，即马开始开讲，讲讲讲，讲哎呦，啊这茶哪会这好啉？啊，这敢咱茶用普洱茶？对。我你讲伊去较多吼，拢会啉咧伊的普洱茶，茶用普洱茶。唔知咱大家的好朋友吼，你是不是嘛是安尼哈？啉到这吼601茶用普洱茶吼，你换不掉了。真的。我去开会，吼，啊，就是内底吼，啊，阮请小姐，啊，就泡茶来，哦，我啉未。
哦，我真赞！我讲阿姐，你是去对铁来跑啊？阿姐，咱地王的啦！来，好朋友，真正，咱的地王泡尿茶，你若有咧啉，即马爱甲款起来。今仔日有可能呢，吼是两斤有送礼物上尾啊一公啊！啊，今仔日叶大哥啊来，一定甲你送礼物送多一项。来，有办零控，我袂晓控。送多一项来，咱导播大家看一个304不锈钢，这个。真好的听，真好的听哈、好歌好歌哈，什么好歌？因为咱厝内吼一定需要一个煮汤的，哦啊，即马吼这个煮汤的吼有也相当啦，啊，咱这袂相当，重点哦，304不锈钢啊、完全拢是真好的上好的材料吼、啊，咱这呢吼就是直接送给你啊啦，哦、啊，你又免阁想啊，啊你呐吼啊601吼啊有爱啉的人款。起来，我甲你考卷，你都爱关起来。为什么？因为吼，咱601啦，玩602来是直接起价哦，真的没有办法啊！吼、因为要维持这个好品质，你就知道今年哦，咱的这个大陆跟台湾之间的一个关系，你很难又便宜又好啊。那真的又要好，就一定坚持那个品质的话，那价格是真的要涨。但是601你有介意的人，进来打电话，0800763888，有足侪人，叶大哥。邀请咱的好朋友买一斤、两斤、三斤、四斤、十斤、二十斤、三十斤的人，咱应该爱起来共好好分享一下，你讲是不是？有影会讲无？会讲你也爱讲讲者。其实养成好习惯来喝茶是很幸福的，实在真好呢。大家在啉，大家娱乐呢。喂，你好，来。喂，我想问一下。嘿。喂。来，你请讲，来请讲，今麦咧卖茶。哈，两斤五千哦。我跟你讲哦，嘿，那鸟人啊，真大了，那变飞鸟啊，聪明了。来，那个客服帮他接一下电话哈，一接客服电话，你给他接起来。来，0800763888啊，咱今晚哈，给大家报告，如果你呐对咱的产品哈啊有需要，送货的问题啊，使用的问题，再去9:30到下晡5点哈，随时你给他卡啦，免等个今晚哈，啊今晚公告的十分钟哈，咱会使去甲买起来。已经唔捌吼，阿未买的人哈，一定要买。真正啊，这泡的茶米剩180多斤，对，绝对拢无含鸡，甲一斤都无。来，高勇的蔡小姐，你好来。无买无菜啦，来你也买哈。好，无买。你捌买过无？我买四斤过啊。哎呦，你今日一个来，好哩嘛，赶紧过来。好的，好的。哦，阿赶紧给你送去妈妈，这听你一定用得到的哦。哈，谢谢你哦。来，0800763888，今麦要爱茶，赶紧卡你呐。有在吃茶的人吼，今麦爱甲买开肯，因为吼啊，随来就要搁随起价啊。这组已经要无啊，就是最后，那要上正品，今仔应该最后一天。来，咱高雄的叶姐姐你好。买两斤，你也买两斤哦，谢谢你，感恩哈，你嘛食足久啊，我知，感谢你哦。真正正以后无法度，喂，你好，像一批老兄哥，你是要看偌济？你紧讲来。啊，你今仔要看哦。哎，搁看两斤来哦，感谢你嘿。啊，你到底买几斤啊？啊，到底买几斤啊咯？我买20斤呢，20斤啊，搁加2斤，感谢你，饮料对身体较好吼。来，0800763888，0800763888，咱今仔日搁卡入来拢是老朋友，啊，我希望讲你和我接一个，我吼爱和你出来讲一个，吼，咱来讲一个，来，高雄的这个蔡小姐，哎，蔡阿姨你好，哎，阿姨你也要搁听呢。那要过来茶哦，你较少好，我就万年。万年伫遮，你讲来，你讲出来，你讲出来，大家拢有听到啊！来，好安尼啊，对哦，紧来。我是讲哦，我是要去只甲买两斤无，也搁有爱要买几斤。啊，啊，你啉了有好无？有赞无？诶，好啉无？啊，会困是无？我食它啊。也一斤起啊，加一斤啊！安尼哦，感谢你哦。系啊，我昨下你昨暝我就接到啊啦。哦，安尼哦，谢谢你，感谢你哦，谢谢。
来，空八空空七六三八八八，好，我接一个来，好，叶大哥现场知影你是谁，你甲买几斤啊？紧嘞，空八空空七六三八八八，来，空八空空七六三八八八，好，我接一个客服，拢一直甲我斗叫，空八空空七六三八八八，好，叶大哥知影一个吼，讲你是谁，安尼买几斤啊？喂，你好，喂，来哟来哟，屏东的阿姨你好哦，哦，你啊屁屁叫听拢无，进来进来。后一批来，可能后礼拜、后两礼拜一定都起价啊，所以恁若爱啉这斤款起来，啊，搁还用两斤，一定爱吼。小爷妈妈就是讲，连翁拢乖起来，今嘛翁连嘴拢袂臭，是不是你讲的？啊，今嘛，阮翁的血压嘛降低啊，别食减食半粒药啊。安尼哦，恭喜你哦，继续搁降低嘛，我乖爱欠欠。我是原来有较悬啊，但是我无食药啊，啊，今嘛正。你妈妈正常啊！哎呦，谢谢你呢，感谢你哦，小雅妈妈，谢谢。来，空吧，空空七六三八八八，今嘛拢满线对不？今嘛拢满线，我知。你电话甲抄起来，空吧，空空七六三八八八。咱看这少久的节目，阿未阁买到这五千斤人拢买去啊！你阿唔捌买，紧来买。空吧，空空七六三八八八，空吧，空空七六三八八八，会使卡到五点哦。今仔日卡无你话，要阁爱两斤，阁送礼物嘞没有？哦，今嘛呢？怎样吼？如困如何啉的啦？嘿，啊，这普洱茶是安尼，哈。来，喂，你好。今日今日，台南的阿姨你好。你阿妹吼？对啊。阿你妹做啥？做一届啊吼。啊。买做一届啊吼。啉了有赞无啦？谢谢哈。阿你无啊？啊，要无啊，所以你今麦要开藏好，怎样好？空八空空七六三八八八，空八空空七六三八八八。啊，这真真正正剩一百八十斤。他不会骗人，他讲的数字是精准的。啊、真正拢无啊，啊，真正无啊。你别位过去讲问，可能嘛问无。无可能。来，咱这是大树种，乔木的，哦，1500公顷以上的，这吼、哦、几啊百年的地藏的。伊这吼地仔甲泡落，你的叶啊甲放开，你会感觉讲这就是天然的物件。啊，鸡要一模一样不可能。鸡买起来啃无啊？对对对，一定爱鸡买起来啃，因为你啉袂下，啊，啉了会困一，啉了会放一，啉了安尼规身躯舒服起来，逐项拢共的。你要阁转去食药啊吗？这较好啦，吼！啊，你爱送给别人啦，中秋也要到啊，吼！空八空空七六三八八八，赶紧的哦。
伤心自泪滴，真荒废啦，真荒废，咱双人浮在世，至今不予我变相思啊。三级嘞！哎呦，到底什么是失智，什么是健忘呢？嗯、听讲，无一定是少年呢，啊，都袂失智了。尤其是咧，伫咧人生最重要的时阵吼，好唔通去犯种错误啦，无偷心呢。对啦，吼，迄小明吼，足无偷心的。安怎讲？定定袂去当，袂去使啊。今仔日是大学联考呢，大学联考的日子呢。哎呦，重要啊！即卖吼，伊就想啊。提早要考试嘛，提早教好好，我计先看册，好有认真无？有认真，有认真。但是即马已经准备考试时阵吼，啊是啊，我准考证嘞，准考证嘞，无去哦，揣无啦。哎呦，是咱去倒啦。哎，就开始回想啦，我会知啊，起床、刷牙、洗脸，吼，啊，过来迄个穿衫、穿鞋啊，该提准考证要出门啊。袂记穿袜啊，吼！啊，那个准考证搁啊放咧桌顶，吼！啊，着搁甲鞋啊脱掉，搁穿袜啊，搁穿鞋啊，搁伸出落只头毛诶，吼！呸呸，安尼落去。颠倒呢？哎，无问题，就出门去啊。对，就是放咧桌顶啦。杨哥今麦明仔爸爸咧上班啊，妈妈伫厝。紧敲电话，紧敲电话！妈妈，妈妈，拜托姐，你帮我看一下吼，我准考证吼。我吹一下，吹。嘿，是伫我桌顶，是毋是伫我桌顶啊？桌顶遐。吼，啊有紧甲我讲吼，我即摆已经伫学校啦。你等下，等下，妈妈来去看哈。哎呦，啊，真正伫桌顶呢。嘿，嘿啊，啊，进来去找小明。好，小明。吼，妈妈就讲哦。哦，都喘的啦！我咧好乖乖噶呢。我无坐车，我专工用船的，要摕来好呢，你知影？小明，我甲你讲，你的准考证真正放咧桌顶啦。哟，哇，感谢妈妈，阿妹准考证呢？啊，还搁伫桌顶啊？啊，我未记摕来了。啊是啊，那免客气。朋友啊，健忘甲失智是无同款的，只要你个想会起，应该是健忘。健忘会遗传无？健忘会遗传无？这是会哦。会哦。哦，就是这嘛想遐嘛想安尼，拢想袂到重点啦，可怜咯。莫讲，大家莫笑，明仔咱继续收看《八大漫步》。一摆看到你，看到你，美丽又古锥。第二摆看到你，看到你，愈看愈介意。第三摆看到你，看到你，整暝睏袂去。出勇气来表示，只要我，只要我，每日看到你，只要你，只要你陪伴阮身边，烧酒免饮人生醉，心酸哪有啥稀奇？心爱的，心爱的，你是我。第四摆
身边，烧酒免饮人生醉，新鲜。